听我问你哦，在北极的叫北极熊，在台湾的叫台湾黑熊，那请问在医院里面的叫什么熊？心肌膜镜熊。你住过？那么旧了。哦，一个人他被涂的全身都是金色，猜一句成语。金色狂欢。答案是一鸣惊人。麻雀很吵的话，要怎么让它安静下来呢？不知道。压它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鸦雀无声。好，哈利，我问你哦。有一个忍者，他对了池塘的五只鱼分别射出了五支标，请问他射到了几只鱼？再讲一次。一个忍者。一个忍者。中了几只鱼？三只。错，是两只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只雨伞标。三只雨伞标。请问一下，猫狗牛猪鸡青蛙蛇，哪一个比较不会喝醉？猪吧。答案是青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醉不醉。我不醉，我不醉不醉。在一个屋子里，鸽子会藏在哪里呢？在屋顶，因为屋顶藏着你的歌。屋顶藏着你的歌。请问一下，你吃饱饭之后，谁还会再帮你添饭？不知道。答案是飞龙，飞龙在天。亲像飞龙，我像鹰。